屌你咁喺凳脚嗰度入水噶咯，啲私家车。哇！隧道里面啊，旧隧过香港啊，水塘啊。去到黄大仙站水浸系讲紧咁样，我仲以为上面嗰啲咯。哦，嚟睇下，粉刷薯片桶啊，好多薯片桶啊。我仲系讲紧上面水浸，原来呢度浸咯。哦，发生咩事？感觉想跳，太想跳电。系喎，咁落啲水，应该你影唔清楚，真系成条电梯都系水喎，扶手电梯，好恐怖，即系应该系上面浸咗浸到落嚟噶嘛，即系照计啲水喺度出唔到嚟咯，我哋都搭船啦而家，杨有咩感受？上咗半场，我哋已经喺水中继续行程。我们会尽快继续行程。We apologize for the delay and will continue our journey as soon as possible. 我哪天都搞不懂。应该冇咩影啊，嗬？停机了吗？没人都冇。点有人啊，大佬？你睇下出面发生咩事？妈，你爱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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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喂，由你个，唔系话，由你啊，由你啊，由你啊，唉，咁你老母又浸啊，又浸啊，又浸啊，睇到未？又浸过，又浸过啊，睇到未啊？又塞过啊，屌啊！扑街啦！浸晒，塞晒啲车喺呢度，呢边线就冇事。黄大仙嗰条楼梯，成条路剥晒啊，就咁行都行唔到过去啊！消防车就啱啱到，我睇到处理唔到噶，今日应该都出唔到去噶啦。一啲位置都冇得停啊，行都行唔到过去啦，人都唔得啊！一路通去前面啊，一路通啊！这个车里面是就好着到的。入晒水了。入晒水了。这车你整得摸晒了是吧，真的整摸晒了。哇，好用啊。饶东村把车屎头冚搞掂了。这架货 van 还未熄死，不知道是不是睡死了，不知道架车有危险。好大粒石头，而家上面一个大瀑布。Hello。